我觉得还是要看相处起来的气氛再决定。哦，了解。OK。对。那1月21有空吗？嗯、除夕有空吗？我觉得你去打炮好不好？啊？来左边听听，右边不要停。但我是您，今天我们来玩教软体。上集我们在其他 app 当中遇到非常多恶男啊，聊不到三句话就啊约吗？啊打泼吗？啊，那是技术非常的菜，我呸！啊，虽然我也没有说我是恶男，但是我们当恶男也要当个风趣的恶男嘛，好不好？你不会的话，你可以看李听的影片，我会教你怎么成为聊天大师啊！一哭手，嗨，早安，新年快乐！过年有要去哪边玩吗？过年就回家，回老公娘家那边是吗？还没有老公哦哦哦，好坏哦！完蛋了，被我套路到了，真的完蛋了，没有老公。明天除夕吗？礼拜六是不是啊？好像是，还是要问一下年兽，他什么时候到？哦，年兽很凶哎、欸，年兽很凶吗？对啊，你知道放鞭炮就是要炸年兽嘞、欸。我知道啊，可是最近都炸那种环保无声的、啊，他好像就觉得、哦、他觉得还好这样。对，说明他最近那个、啊、改过从良了，给他一次机会嘛。嗯，也没关系啊，嗯、就是对啊。好。嗯吗、啊？今天不用上班吗？我今天没有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比较偏就是接案，所以。啊哎、欸、啊嘿、欸，小知足啦！啊，不然要多大只？要看你的需求啦。大哦。嗯。哎、欸，你需求大吗、欸？还好啦，还好。哦，了解了解。大概每天要五次吧。啊，那么少哦。嗯，五次也太少了吧？啊，又好了。皮。很坏。不过哦，不过你是可以聊一点点开车吗？还行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哦，该不会有人开的比我更大很多吧？可是我可能我就跟不上了这样。但是我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如果说男生真的跟你讨论那个很细、嗯，就是很、嗯、很精，他的很细，不是他的，是就是很。那我跟他聊了，挂电话，喂、欸。不是啊，我是说，你跟他讨论，譬如说你跟他讨论 SPA 这一块，非常的精准，好不好？很 detail， 然后但是约出来的时候不会很尴尬吗？就是带有目的性的要见面的话，我就会稍微再考虑一下呢。嗯，那如果说真的是天菜，有办法当天就一触即发吗？如果说真的是天菜，天菜帅烂，就是彭于晏的脸孔啊。对不对？许孝顺的身材啊，哇，那没办法。哦，没有啊，没有这。我怕他等下给我大蟒蛇起来，我也怕。不是不是，顺哥也很壮，不要讲。对，顺哥。哎、哦，我们刚刚讲哪里？就天菜可以吗？就第一次。可是我觉得还是要看相处起来的气氛再决定。哦，了解。OK。对。那。1月21有空吗、啊？除夕有空吗？我觉得你去打炮好不好？啊？啊？好。看你是要玩那个水鸳鸯还是仙女棒啊？哦。比较想玩什么？是有仙女跟棒子。哎呦！啊，不是不是，对对对，有吗？有要不要打炮？就是过年后啊。所以是玩水还是玩鸳鸯？玩水，我没有有水，我靠！你不要这么精辟好吗？太细了，不要接这个烂梗好吗？你不要这样子。我第一次有人就是哎，这样聊，要不要放？要不要放鞭炮啊？水鸳鸯啊？对，有点梗。喜欢吗？要不要打？
什么啦？要不要打炮啊？年后啊。哦，好打打，哪可以打？好啊，那约到啊，约好啊。我有仙女棒哎、欸。你真有仙女棒、啊？那你要仙女还是要棒棒？你可以仙女，我是棒棒。好啊，我有棒棒糖，你要棒棒还是要糖？跳跳糖，感觉比较、冰火五重天的感觉。国民大赛这边暂停一下，如果喜欢你听影片的话，可以帮我在下方的资讯栏点个订阅加铃铛，还有那闪亮亮的赞，也欢迎使用超级感谢来留言抖内哦，还有留言我都会看哦，谢谢。哦，那你要跳还是要躺？要跳随便啦、都要。我都不要，可不可以？不要了，我不要了，可以吗？不要了，不要了。嗨，新年快乐！欢迎回来。你就觉得我算什么人吗？老实人还是色狼之类的？你是什么狼哦？对啊，我是什么狼？我是货买金刚狼，舔金刚狼？什么东西？舔金刚是什么东西？屋顶舔金刚啊！屋顶铁金刚啊！舔金刚，舔金刚，舔。舔什么？舔金刚哦，好，无敌舔金刚，好了啦，全家，好了啦，好的，好了啦，你有喝是吧？那有，你没喝哦。好，那我不要这样子疯，我就正常说话好吧？不行，疯的好。那你这样有吗？那我不喜欢你那样子让我怎么样？这是打嗝哦。那你不是喜欢要有酒醉的感觉？你还可以揣摩酒，还可以再揣摩那个吗？我可以指定吗？可以啊。我想一下，傲娇主管，但是你又有一点喜欢我，但我做错事情了，你会怎么骂？这个报表怎么回事啊？哦，不是，就因为客户突然要，所以那个东西就临时加上去了，这样子。临时加上去的。对，所以就可能，那你为什么不先跟我汇报一下？不是，就刚刚说，就是临时加上来，然后我因为客户很急，我就拿一个现成的数据 key 上去，我就没有时间再核对这样子。可是我是你的主管哎、欸。哦，好，那我下次会知道。不好意思，这次我做了不好。下次，然后先打给我好吗？我现在打给你，要五分，要十分钟。我今天状态刚睡醒。你在工作哎、欸。哦。不能这样随心所欲。哦，好，那我待会再做好，立刻给你，这样可以吗？不要把你在上一间公司的坏习惯带来这里好吗？好，嗯，我靠你妈死啊！好啦，没事了。好啦，没事了，谢谢。那你最近来公司还习惯吗？有点不太习惯。怎么了？就是工作量虽然是很大，但是如果你没有你监督我的话，我会有点不习惯。是吗？我们工作最要求是什么你知道吗？服从。自律。哦，自律哦。今天公司讲什么服从？我不好意思，我把当兵那一套带过来。你之前是接军人吗？一个口令，一个动作，左手画圈，右手画圆。不要生气，不要。假如你生气。假如你生气，来，我不行，你可以了，哎、欸，你很棒哎、欸，你做什么了？我可以知道吗？我想抱抱，抱抱，抱抱抱抱抱抱，你好好哦，哦，谢谢，那可以亲亲吗？慢慢慢慢慢慢慢。嗯，好，谢谢你。
好的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喜欢我影片的话，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追踪我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、推特、IG。谢谢大家，那我是李听，一个色色的医生郎，我们就下次见吧，拜拜。